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，所以愿神继续在未来我们许多的日程里面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怜悯。所以我们最后在聚会结束之前，我们用这首诗歌再一次的祝福每一位，好不好？邀请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从位置上我们就起立，一起唱这首诗歌，再一次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信心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真心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使我今生颂扬你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感谢归给我们的神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